我美丽做成失败，伊到今仔日大部分的人咧歌颂，拢歌得派，每一道都歌得派。足济人拄着阮就讲啊，伊阵啊，足感谢你咯。当时无遐用，今仔台湾无这个民主，这个话吼，拢靠人心的话。啊，好啦，再我头清楚，我袂怎啊坐遐红白，啊红白就变臭头红啊。美丽岛是失败，足多人无恁美丽岛无后来啊。我甲老教授咧讲，唔好去学咧玩美丽岛。美丽岛亲像一个查某人，啊生一个囝四个月死啊。哇！你这查某足伟大嘞！你看，恁囝后来做总统嘞，恁囝后来做博士嘞，敢不是？美丽岛失败主要，我这几十年反省，我用我对美丽岛反省，讲予现在咱有志为台湾的拍拼一个新的局面的同道做一场。美丽岛上大失败，第一无人性。我上清楚美丽岛遐假骨。因为我差因十岁啦，因是 policy maker， 我是执行的人啊，我做组织做发言啦，我足清楚。到今日我无爱公开去检讨阮美丽岛遐的领导者，我无爱讲，所以我当概括来讲，美丽岛本身无丢失。第二呢，无路线。到底你参加美丽岛是为着要选国代呢？为了选立委呢？还是要拼出一条血路来，民主自由的路来？两条路线，选举路线超过运动路线，无路线，路线互相混杂，所以坐落去开会，选举哪样赢 ？OK。啊！你选举为了啥？无功。选举为了啥？还是看美丽岛出来了后，甲一群少年的，甲比如讲甲这个俊宏、甲义雄，大家讨论到底选举是要为了啥？我主要讲出一个讲啊，要刺激体制来改变体制，来瓦解体制，建党就无功。啊，路线要安那？比我长。有妇女运动，有高跟运动，有白领、白领阶级运动，有啥运动？开九路线。美丽岛四个月就失败了，我当时应该是惊死人，那是人山人海。我有一天甲俊宏讲，美丽岛要发生的过半月前，我做了啥？我看咱美丽岛危机就来啊！因为咱心中想紧，不过咱无紧。啊，恁拢敖人，恁拢勇敢的台湾人，恁就刚来顶就爬落去，下骹足起动，破声拍起就要破去。不过拍电话煞袂了，迄个毋是你的法律啊，迄毋是你的群众，迄是你拍破甲看戏。就看布袋靠吃用的人，布袋虽然唔常用，啊，干加虽然唔常伫台顶咧，是看戏的人咧，唔是法律。今日南非的曼德拉关伫七天出来了后，伊的组织无死，就是有法律，有 organization， 你有 leadership。金大中赶快，关伊刚出来了后，伊的组织无死，我比你都出来了后，台湾人。鸟兽散，台湾人回来后要向伊的选民、向个群众取暖，甚至台湾人讲：“哎，某某人，哎呀，你坐到坐一下久，换遐坐一下久，啊，我嘛选你做立委啊，台湾人赢你啊！”这台湾人的市场价值观念，我十二月初二、十二只又是讲我赢立委，是以前我唔讲。调查局政治台湾上爱你讲，你是讲啊你足可怜咯，你赶工要死哦，你哪讲台湾人大哪破？我近啊三四十栋了，叫做
我现在我最近我医生都发一神经包，我不是头痛起来。好，这条路的代价，不是咱今日少年人用嘴都不会讲出来，讲会通的啦。这个平台，咱要做平台，请问，今日大陆运动，你是对不对啦？台湾人的运动，今日的路算对啦。台湾人运动，你做是对的。三粒田螺一碗汤，三个人就坐坐起。台东哪有遐济利润？你要做一个人，就是做一个人，哪有遐济利润？咱只能含细个囝生都无，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，靠到利润呢？国际法。只不过是咱要甲人相骂，有一天要甲人相骂，要向全世界讲，文具国际化下下像即款，咱这个阿苗教授讲啊，这，最管要自管。中共你要提我啊，大来相骂咯，大来相骂咯。你大清帝国失去台湾是嘛管咯？啊，台湾后来失去，是根本就开山了，我感觉搁地法。任何一个土地主权的变更，一定要根据国际条约嘛。台湾的问题是国内问题，是两岸问题，可是国际问题。简单讲，咱今仔日要讲这个平台，唔通袂记，咱想要卖一个产品，叫做台湾是一个新的国家，新意独立的国家，咱要卖这产品，总是你的消费价值多。民主化改良八七到今仔几年？三十年。我拄仔在独工坐三十年，今到三十年。改良到今嘛三十年。九六年开选举到今仔日十一年，选四遍的总统，投民进党票偌济？阿扁啊，包括废票在内，681万票。蔡英文现在689万票，准700万票，700万票占着台湾的人口总数偌济，国民数偌济，2100万3000。你含当一个台湾人的总统，你都还佫有三分之二的唔敢当好你，你要怎道理？你要道理？美国还扣销哦，讲你当人。咱要做台独运动的人，若袂当对我美丽岛迄个运动的失败，迄是历史上的大惨案失败。因为台湾人第一遍目睭金的是美丽时代，所有愤怒亲像迄个兄弟，迄个帝国官崩起来，迄个叫无成功，无成功啦。到今仔日，民进党内底。也是足济，咱反包括今仔个海外台独运动的人，你看到大足济拢是国民党的内部渗透在内，甚至讲到白，究竟国民党以前的政治无偌干净，就是要甲台独公开化，要用台湾的公开台独公开化，你要来抵制中国对台湾侵略，迄伊的工程之一。包括民进党要建党，嘛是蒋经国的七死以前的政治工程之一啦。今仔日，道理莫讲遐济，大社会要讲遐济。What is your next step? Very concrete， 非常具体有效，你的下一步啥？你甲我先听一大堆啊，到底是你开十岁啊店呢？啊是哩，咱这是开十岁店的百货公司呢。
何意思？你要插这个花，你用自觉，就敢若卖自觉一味啦。是不是临时政府哪是当？比如讲啊，最近有人为着为着开了酸盐，底下个开了酸盐，就是中中甲这个乡下孩，我那是一张废纸嘛，那个嘛。捌国际法律的人知影开了酸盐，只不过是张废纸，比卫生纸较无路用。啊，你甲细节弄啥？干嘛？找出办法，有啊办法。面对咱的市场，台湾现在各党独立运动的声看几声了，组织看几声了，啊，你用二分钟就到。我这人个人玩，我美丽倒出来了后，会加一组织，用负责的台湾教授协会。我恁教授协会上重要的工作。就是伫学校斗争，甲遐国民党教授斗争了后，去反洗脑你学生，找出你真正只有台湾无台湾份的人，你教台湾一代一代传，一个教授一学校内底教四年，最无你通传真侪你有台湾份学生出来，告诉人民看啦，你告诉人民，你做真就是中小老师嘛。中小老师过去的时代，就怎甲你洗台湾脑的大机器嘛？你第一个工厂，你建，你战场就是学校嘛。哎，甲国民党遐个国民党洗脑无过，遐教授，遐甚至干斗争嘛。你就是高中、初中开始注入你台湾人意识，互你学生嘛。我会读册嘛，你讲啥？所以我是甲大家建议，阮美丽岛今仔日台湾的路行到即卖也无脚未在，上主要原因，阮美丽岛上早失败啦。阮美丽岛啦，我拼一年啦，老少听到是安尼。蒋经国讲的啊，抓下来，美丽岛抓下来，抓了以后，保证二十年。我抓你美丽岛，这重要的台湾政治二十年，独裁者人会晓政治计算啦，足知你台湾人忝过咸过，所以我拜托以后今后要开这个会，请的有无用？要讲大话，要讲大道理，他会来坐车。看面现实拢有啊啦，啊无唔免来啦。对台湾的国际法律，对台湾的国际条约，对台湾今日国际形势，对台湾今日处境，拢总有一定的看面现实做基础，才会来啦。我拄仔咧问阮德教授，阮吉教授，伊较有钱嘛，姓吉嘛。我再加一个。台湾人今仔日都五十万人、一百万人上街头，总拢甲围起来讲，因为啦，宣布台湾主权，还投票。哦，加少哦，加少。哦，因为看民意遮强，好咯，好咯，够人小组啊，我支持咯。台湾主权无受限于今仔中华民国公道法啦。公道我是行，主我是做。你若讲要摕中华民国公道、中华民国宪法下面的公道法来公道你台湾人的前途，叫什么讲？这是牙刀给你挂人嘛？我讲错话就是安尼嘛。好，英文啊，照恁的意思，恁都一百万人唔耍。我公道，搞好多后辈啊，我来主管。我再问几道，国安局今日送啥手印？调查局送手印，国务送手印，外交部送手印，台湾的教体送手印，拢外省人手印，中央这卫界的官员拢外省人手印，
我管局长，你今仔何医师，你蔡英文，你要公道，你要说，你要投票主管，你公布要主管一名，我来给你念。我蔡友全做上将，我一世人效忠着中华民国，你敢背叛中华民国？你宣誓嘛，中华民国宪法不宣誓，我给你念。台湾一夜之间，唔免有人间瓦解。我迄抓出两条恁讲，你美国派兵来吗？你 CIA 要来政变吗？你美国诶第四舰队要来占台湾吗？有可能吗？简单讲，这叫政治讨论，叫政治的风险，叫政治的成本。咱是恁母。咱不是空跑运动啊！咱运动是要解决政治问题，所以有政治考量嘛。要做台独党基，我操全上有资格啦，因为本土台独我第一个发的嘛。我逐天在做台独党基啊，就我这几十年进香，我后日因为得下一枚，我家己自我期许。爱做台独农夫，通靠一支嘴，那王罗啊！卡波，我顶了教会团队书，因为足侪原因，我袂当转去啦吼，你莫去讲。我去伫民间宗教，民间的社团，我一贯的亲民，到一贯的核心。我这款人真有计哦，我讲啊，无无情人啊，你拜托你安支持陈水扁无？我甲一贯道的前人，一贯道的领导袂较靠，我讲你一贯道比菜也搞好，我不如，比球也不如。你讲我你哪样讲？你讲哪样讲？我你团道呢？恁一贯道国民党球遐凄惨，掠遐济人，王室济敢济些敢？你个这外省的精英对一个无一个，啊！讲恁是鸭卵糕，讲恁是十九糕，礼拜刷了后，查甫查某在遐咧烧粉，对恁的人格、对信用无够也不少嘛。今日炮火烧天山，互恁合法化，恁就家己跪礼拜。讲恁这哪会承认吼？街路我明仔载看是查某来强奸过了，要拜我。你莫讲干啦，恁爸是个阿哩，讲个啥？你个嗨！台湾今仔整体社会新闻啥？就是伫中间的查某，人要甲你救，你个话术，说的好汉啊，靠腰啦，咱是要甲救啦，你查某嗨叫咧，啊明明看到红中间咧，一个红中间话术的人，啥物人甲救？这叫台湾的病啊！所以我讲，咱今日要做这个运动，唔通空空谈五台独刀啦！要讲较白，咱今日这的人也是规边规边转台湾，所有台派组织甲搞起，你讲啊，无你群众画出来了，有几个？咱话讲啊，白拢是民进党七百万票范围内啊，大概相差无济啦。那是，安尼，台独运动若是最后无输甲张乐团队，还是回收甲李国团队，这个运动就无效啊。台独运动是你要安怎开拓你新的市场？互伊觉醒，伊即代毋想，爱替后一代想。第二，我奉劝咱所有台独派的人，毋通做左派分离者，还是右派反动者。比如讲，我伫网路写一个中，穿着中国的简体文，我穿出来。你是啊，你才改变立场，你通派哦，无你咧传你就干脆去。你人是国家的问题，就亲像英文、像法文、德文同款意思。你了解中国，
用伊语言来了解有对人对咧。最近我传入我中国的民主运动，因的因中国内部的人拢伫 WeChat 来对去讲道啦，因讲座啦。啊，我传的讲座伫我的网络内底，伊有叫我有者啦，你即个换通派啊哟。黄义夫啊，你讲我是空谈，基础是对的，坚持阁是啥？我传迄互你看，目的是要互你了解讲，中国现在嘛慢慢慢慢是用民主人对台湾独立建国有动情，因现在有真决心要甲习近平政权甲台湾当车拼，迄就是咱的朋友，得不过必有理。看，伊拢边来台湾，那我讲，竟然有咱台湾的人讲，那你回去啊，你在中国，你关心中国就好了，我他妈是你关心干啥？这袁弘斌迄款大地位者，甲台湾开目睭的人，咱的台独的党旗啊，你干啥？滚回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咱爱先调整咱的面头，经营该五思啦。文道虽然有成效啦，啊无影讲你长文道加了得道无可能啦。唔通像古早人讲，食无三杯应才上西天啦。啊，政治。伊明明感觉爱看有啦，政治清灰爱看清楚啦。现在咱甲蔡英文做伙拍拼团结都袂有啊，你哪分了？讲你花派，我独派，你独派倒。民进党到今仔日，我蔡友全伫九一年，我九五年，互你留一条九一年的。民进党的党员代表台，我将党用国甲扛落去，我替人家提掉。唔是因惊咱遮的台派啦，因为因嘛无爱反背家己的理想。台湾若有机会，主客观的要件来成，我无相信民进党的无要对台独，无要实现台独。今日民进党是。步步行，简单讲，台湾这条路，就我讲台视内底讲的几句，无摕到权力，免讲运动。摕到权力要创啥？摕到权力是要巩固民主，巩固民主要创啥？就是要拓展建国的基础。咱今日就通去分伊五路啦。挑头唔通打，导游一米就一米啦，莫白遐，你白白导游了遐一手牌，咱的群众会乱去啦。大佬，你去了解讲啥？所以拜托，咱做运动的人，永远头啊冷静，找出方法。我操，我唔敢，我做到。最无，我这十几单无任何收益。我对我自己唔是，我讲上闹去。我甲阮某、甲阮囝、甲阮媳妇、阮孙，今日又上市，我外场唔是，我一个月出租两万五，我顶闹。我现在生活费，我的股啊，我一个月三万五。我讲这是要叫人动心，讲你做就这是你家己爱的嘛。那因讲起，因咧都因收到，我这意见嘛，啊，不然逼你啊啦。啊！人家讲这是你爱红嘛，你靠小嘛，是不是？你来上课，你孤单是你的代志啊，你无伴是你的代志啊，你无助是你的代志啊。无些传伊只百姓敢不孤单，所有百姓拢反抗伊。所以我拜托，咱若有心要追求明仔载一个新的台湾，大家扛住家己。学习就学习，像咱阿苗姐，
人伊做一个外文教授，伊就用伊的心灵来做遐个诗，传偌远就算偌远，感动偌济人就算感动偌济人。就今日那庄稼，你就唔通对阮讲你的法律，你就对遐个唔捌国际法人讲法律。刚才我哥都在讲，台湾都有运动，那无你就失事，那无路线，那无 organization， 那无吹，吹得起，那无建立一切的台，那拢做出家己，我敢做台独当机，啊，就跳动，啊，所以事实你家己跳，那是那无影来，啊，那跳家己那么足，啊，事实是那无话来，你家己跳动的，跳几动啊？安尼啊跳哦，你鸡蛋就跳到底哦，休克就走。咱爱反省，搁反省，搁反省。前辈唔对，阮的唔对，敢批判。阮的唔对是用生命付出生命，付青春代价犯的大错，你来敢学习？阮当时无你就说。阮当时无路线，阮当时无偶然人选，阮当时无花落，无工作，迄种阮地命上，你惊无？无一支嘴好对对，到最后空荡无果啦，空荡无果。我安尼讲，那像我耍老大，伊讲起来心很痛，因为我讲的只分享我的成功，我是分享我一世人的失败。我无愿意，咱在座遮有热情、有理想的人，搁再亲像阮定人安尼犯错哦，安尼历史会进步，多谢大家。